サマーバケーション。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トゥト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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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トゥルトゥルトゥトゥトゥ。我们现在在去吃饭。吃饭。啊？这边人太多了。对。看那边的人。你好恶心！现在是晚上东京时间10:37，我们已经回到酒店了。然后，我们是住在涩谷站的上面，所以就是人特别特别的多。我给你们看一下酒店外面什么样子。给你们看这几天我没有穿的鞋子，上面三双是他的，下面几双是我的，因为行李箱放不下来，所以我就多拿了几双。感觉好多好多。白色，白色好看，感觉。不许打人。哈萨克。哈萨克。看什么？看微博。看什么？不许乱动过来。是寿司吧？就这个。对。我们想坐在这边，但是已经被预约掉了。
现在目的地是大佛街。到的地方，直接进去选吗？搞笑，给大家看。哎呀，好恶心，好恶心。大家画一个爱心。画自己脸上干嘛？这，吃吃的样子。我要这个我点。好了。你好了。啊。我可以加这个，加一模就行。好了。好了。我们下一个吧。我的天哪！哥，今天我故意穿了这样来拍这个。好，可以了，漂亮吧？男生可以拍成这样子的。味のないキャンディーをポケットに忍ばせきっと探していた合言葉は届くだろうかここまで靴入れときますのでね。我走路都迈不开脚了。OK， 对，就像看外面，看外面风景，超棒，嗯，表情准备好的人，我操，哎，超棒的，对，好，看外面，偷走，走到外面去。OK， 很屌啊，这里，哇，超屌的这里。这个是不是要转过去？嗯，你再上来一个，好棒！走到那个栏杆那里哈，它是刚刚你站的那个地方。
感受，内心毫无波澜。不好看这个。这看过吗？啊？这没有看过。四个字的速度，没看过。找一个店要走个100米吧。